好，谢谢我们啊，江启臣委员总召也到了啊。那么跟各党团报告啊，我们今天所要协商的哦，大概开会通知有列七个案哦，有列七个案。那么在上个礼拜五，大概六点左右，国民党党团又送来一个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协议签署监督协商开会事由之一，就是关系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三条文的修正草案，要求并同协商啊。这是上个礼拜五，大概我们六点有收到了啊。是那个两岸对对对协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对对对对。那应该是并这个五之三这个一起协商啊。啊，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议程只有排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五条之三嘛。那我们认为其实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当初在委员会审查实际上是比这五十三更早送出来啊协商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边没有排？没有排，因为好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大概都是各党团哦，依照顺序开始我们就要求增列嘛。好，来，我想这样了，今天总共排了七案嘛，哈，我们一案一案来，到了第四案的时候，我们再谈国民党所谈的，因为前面很简单，我们一下就谈完了，好不好？那谈到第四案的时候，我们来并案来讨论嘛，好吧？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在开会议程上面能够把我们党团所要求的这一项也纳进去协商的内容嘛？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平等的嘛，其他党团可以要求，我们也可以要求。那进去以后，我们是不是一二三案完毕以后，到第四案的时候我们再谈嘛？没有关系啊，反正这个是一个。那这是今天这是一个题目还在嘛？开会的议程嘛，我们先确认一下议程嘛。那我们党团要求应该是合理啊，其他党团要求都纳入我们要求。那高一按照那个讲不要紧嘛，对不对？对吧？不，先确认一下议程啊。确认议程就是说，到第四案的时候，我们再讨论纳入疑火嘛？这不是，那今晚想确认啊？不然你把它分开纳也可以，不见得要跟第四案纳在一起啊。那你第七是吧？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并？这是一回事。可是要不要并再讨论？是我们纳进去跟这个相关的议案一起谈，这是合理的要求。这两个法案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哦，不同的法案呐、啊，要不知道要怎么讨论呐、啊？因为我们修的法是针对这一部法的内容来做修正，但我看这两个法不是，如果你是这一个法的修正动议案，我们应该纳进来，那没有问题。这个两岸监督条例应该是单独的一个案子啦，它可以列入，我可以把你列入啦，但是不是要跟第四案有没有竞合啊？这个部分这样好不好？我先纳入啦，第一个先纳入，第二个要不要跟第四案一起谈？可以到第四案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还啦，但是必须要把我们的这个纳入当作一个题目啊，存在的。我可以把你纳入到，因为你这个是礼拜五下班之后我才收到了，因为我看你们排的嘛，顺序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如果这个法律案跟第四案是一样的修正案，那当然是并案讨论，那是没有问题啦。但是两个不同的法案，它有它的竞合，那我怕会乱掉，所以我现在完全不同，没关系，我现在把它先纳入后到嘛，按照先来加嘛，先纳入第八案呐、啊，如果第八案到第四案，大家觉得跟第八案有关系，我们再一起抽出来，大家来讨论，阿亮嘛，嗯，好，这个反正你纳入第，现在就是说纳入第八案了啊、哦，然后到第四到讨论那个五之三的时候，我们看有没有什么竞合的地方、啊，讨论看要不要一并的、啊。好。那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个第七案的跟梢啊，坦白讲，这案讨论很久，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每次都放在上面，然后每次都不讨论，不，
然后第一个放越后面的，第一个一直能够越放越后面。怎样啊？不要紧啦，嘛，跟烧是这样子啦哦。我们是希望部会赶快整合，那等一下那个问了解一下啦哦，因为第七案再讨论好不好？对、哦、啊，但是咱嘛，每次都放最后面的情况。那因即摆就是叫因讲部会哈、哦，人力啦啊各方面整合一下，那法案吼要先扛的，都永远都有这个案子啦，不会掉啦。哎，更好看，更好看。嘿嘞，那我们啊、就开始今天的会议啊、哦。那我们就宣布开会。哦，那我们现在哦，先处理第一案呐、啊。哦，第一案啊、我们是啊、各党团推荐代表组成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第七届董监事审查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啊、哦，那么这个大概都是过去固定的啊、哦。我这边有一个大概啊，我们长久以来的惯例的一个决定啊、哦，念给大家参考一下了啊、哦。我们的决定事项啊，一有关行政院函请推举社会公正人士组成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董监事审查委员一案，依政党比率由民进党党团推举九人，国民党党团推举四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举一人代表组成，名单提报第十六次院会，并请于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五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预时视同放弃。就是人数的比例是9411啦，哦，9411。好，那五月二十九就是礼拜三之前啊送到议事处，因为我们必须在礼拜五的院会要处理。那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这是很固定，每一届都这样子的，依政党比例的。好，这个是行例的。这个礼拜三，你是名单报过来而已啊。对啊。社会公正人士，现在礼拜一嘛，啊能不能礼拜三送给我们？礼拜五以前可不可以？礼拜五你作为来得及，礼拜四晚上啦，不然就礼拜五早上啦，可不可以？好了，那就礼拜五早上你们送给我们。好，好，各党团记得哦，哈，记得。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固定的，我们就大家就签了啦，啊、哦，就签了啊。礼拜三我们就改礼拜五啦，五月四，礼拜四，礼拜五早上要提报。礼拜五下班前啊。礼拜四下班前好，那你重新修正一下。礼拜四，我们的报告事项要报告名单嘿。礼拜四的下午6点以前，六点钟以前不要紧了。会啦，这个大概你们的名单都有了，而且固定都有已经在做的上一届推荐的人了。因为我名单有9个人，是不是要换人等等？我们还要对啦，你们内部去讨论一下。